各位嘉宾好，我是柯宇瑞，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号，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龙山寺的寺庙的风景，还有神明众多神明所供奉，龙山寺所供奉的众多神明。那这是龙山寺的大门。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台北市漫嘎的龙山寺。那这个是龙山寺，从里面往外看龙山寺的大门。那这个是龙山寺进来以后右边的瀑布，瀑布，小瀑布，迷你瀑布。那这个是龙山寺的入口，入口。这边右边是龙山寺的入口。右边上面的这个，那个写有护国佑民，这现在快要4点了，刚好做晚课，做晚课。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如来，南无阿弥陀佛。各位嘉宾报告，这个是释迦如来，释迦如来，抱歉，那个药师佛，药师宝塔。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现在刚好是做晚课的时间，晚课。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这尊是观世音菩萨。这一尊是佛陀先师，佛陀先师，佛陀先师。东汉豫州交县人，今言《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擅长外科手术。媲美西方医学希波克拉底，佛陀先师，佛陀先，跟各位嘉宾报告，这尊是佛陀先师。佛陀先师，佛陀先师，这位是大魁夫子。大魁，这位是大魁夫子，大魁夫子，文昌帝君。这一位是文昌帝君，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殿主神介绍。大鬼星君，文昌帝君，本名张雅芷，然后是紫阳夫子，紫阳夫子，宋代儒家朱熹。紫阳夫子就是文昌帝君。紫阳夫子，紫阳夫子，福德正神，城隍老爷，这尊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那这是城隍老爷，这尊是城隍老爷。水仙尊王，水仙尊王，妈祖，天上圣母妈祖，跟各位嘉宾报告，这尊是天上圣母。福德正神，土地公。然后这尊是城隍爷，城隍爷，城隍爷，水仙尊王，水仙王，海神。妈祖，妈祖是天上圣母，福建莆田湄洲人。妈祖，28岁羽化升天。妈祖28岁羽化升天，然后这是祝生娘娘，祝生娘娘。Yeah.
生娘娘。祝生娘娘。磁头夫人，十二婆者，磁头夫人，磁头夫人。十二婆子，石头夫人，三观大帝，这尊是三观大帝。이안쪽에계시분이누구시냐면관무장군입니다아제신의제신아제신되겠습니다그래서대만에엄청많은반도체전자회사회장님들관무장군이십니다제신이십니다三观大帝이분목소리가지고두번사람이매우많아요관성체를다보는게관성체이분도단독으로큰결이있는데매우많아요관성대군이게다토속신앙이고또어떤결은민간토속신앙이고토지신이있어요폭덕신앙폭덕신앙이되면하늘에서광상제님께서인간세상에서부르면폭덕신불러요폭덕신은토지신이니까인간세상의일을알수가있어요토지신그러니까이분은또굉장히흥미있어요오라노이关圣帝君，关羽，关圣帝君集合了仁义礼智信大成，然后是武圣，金玉理财，地藏王菩萨，关圣帝君。万古金钟，万古金钟。关圣帝君上面的一个匾额写“万古金钟”。
神君这尊神明是月老神君，这边有月老红线，月老神君、月下老人、月老公、婚姻之神，掌管婚姻缔结之事。订婚时由男方长辈准为新娘戴戒指，取意千里姻缘一线牵。月下老人搭配适当的配偶，编造姻缘簿。姻缘乃前生注定之事，莫错过，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月老神君，这是供养月老神君的贡品。这尊是关圣帝君，关圣帝君。圣帝君，这尊是三观大帝，三观大帝，三观大帝。
这尊是祝生娘娘，祝生娘娘。祝生娘娘，祝生娘娘，祝生娘娘。这尊是天上圣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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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龙山寺的天上圣母。这是这应该是千里耳。就是天上圣母，一般称为妈祖或妈祖婆，尊称为天后。宋朝福建莆田湄洲渔人，28岁羽化升天，蒙历代君主包公甚多。然后他左右护神是千里眼、顺风耳，替妈祖眼观千里灾难，耳听四方哀哭。龙山寺是一个香客非常多的一个寺庙。
观世音菩萨。
萨，普贤菩萨。这尊是普贤菩萨。